真有我咧讲过，乌食乌的代志。啊，不过我无甲你讲过，当初我想来离乡背景，去到东南亚变成鬼王，这个代志连奈美拢唔知影。三十年前，有一个叫阿英少年人，伊食饭时阵，甲阮阿爷起冲突，结果竟然甲阮阿爷绑走。我接到消息，赶去现场，都甲阿英拍起来。结果伊捡我杀者，头壳去弄着，倒咧头壳昏迷不醒。阮阿爷惊我叫警察抓去。就赶命把我送出国，这一笔都比到这阵啦。那你爸就讲许阿英的？是啊。爸，我想袂到你身躯顶，阁有派这条人命。我讲阿英是靠我拍死的。我问廖俊公哦，当时我台。一直到我离开台湾十年后，接到一通神秘电话。喂，你是郭世忠吗？李相，哪会接这个电话？我是上大中，重要的是我要跟你讲一个郭世忠的秘密。你跟我哪样熟悉？我哪熟悉？你刚才要多名还是两个单位人是谁？就是你做上将阿兄郭世贤，你别讲啥。其实哦，这拢是郭世贤一手主动做的。你敢知迄阿英，迄当时死的时阵，伊都是个病人，都是即卖信安医院。信安医院也毋是啥物医学中心，是安尼阮阿爷要甲买落来。三十年前，本来应该是我，甲你阿母联姻，阮阿兄为了要抢着接班人的位置，搬出去。阿老爸即摆四天惊恐，总裁都是我。是讲爸，你既然唔知是谁卡好你，那你就不应该相信伊啊！无定着伊是故意要陷害阿伯，互恁兄弟相残的。卡叔是恁阿伯丢人。伊边头讲知影，阮兄弟之间的秘密。而且我即个回来，我跟踪恁阿爸。阿兄，是来甲谁相拥的？阿爷，真久无来看你，从你约束。泉州一桩才发生的代志，同款，目一年三十年就过去啊。若是无你，就无今仔日的故事，我永远袂放袂记。希望你在天之灵继续来保庇我，我所来的三十年继续顺风顺水。阿英，是对起阿英。你讲讲卖，告诉恁阿爸，甲阿英死无关系，伊心肝内无鬼，哪会都要去甲阿英相拥？阿姐，真歹势，互你牵连一摆，阮高家无缘。啊，无即马你无得脱身啦。告诉即马，你若公布你的身世，恁阿爸一起对付你，而且你也莫想讲。江小姐对阮高家有恩，你即摆甲爸爸了解恁阿伯的个性，若是互伊气着，江小姐绝对连治疗机会拢无。所以爸，恁意思是讲，我着爱阿玉继续等落去啊？靠我一点仔时间，我要去找信安的院长，叫用上紧的速度，第一时间替江小姐找到心脏。我来保证，等一切代志结束啊，你等政府的时阵，
我一定会幸福你。爸，多谢你。哇，这拢顶装红过，啊，甲较早吼拢无同款啊。妈，啊你较早来过家哦？三十几年前哦，我捌伫个家做护士啦。啊，病院的名无变，啊，不过内底哦拢无同啊。你伫家做过护士，我哪无听你讲过？较早哦，啊都。护专毕业了后，啊，就随来这上班啦。啊，那你是安怎唔继续做？做护士真好呢，啊，薪水真稳定，嘛会当帮助人。啊，迄个时阵哦，爱轮班呐，我做没关系啦。不是，请假。啊，我是该转来哦，是要搞人家倒上岗啊。所以四天集团的管理企业吧，我拢爱了解一下。哎，对哦。听讲，第一间病院你占上久，啊，当年的命案，你敢不敢会记得？虽然总裁有交代袂当提起命案的代志，也毋过这個人伊是总裁的小弟，应该是无要紧吧？而且我若甲伊的关系又较近嘞，无你较退休以后，阁有一个顾问通好做。是啦，迄天我确实是伫病院内底，也无代志发生的经过哦。我拢无啥清楚啊。哦，安尼除了你，还够想你个？够一个护士，也毋过代志发生无外久，伊就失职啦。哦。做无爽快，我看我先倒来休困。你甲恁碧玉阿姨讲者，我定刚再来看伊吼。迄个人，我敢若捌伫底看过。是，我有一件代志要确定者。哦，你先去我的办公室等我，我临伊到位。哦，拜谢，高先生。什么代志你向我讲讲？你敢是我看唔到伊？毕竟经过三十年，也毋过迄个人真正生得有够神的啊！我会当有恁两个查某囝，真正足幸福的，真正足希望会当亲手甲你交予真心爱恁的查甫人。妈，你是了白讲啥？你本来就应该亲手把阮交予爱阮的查甫人啊！是阿姨，我是因为你才转来的呢。你莫学袂收，你一定会好起来。冬雨，我想你应该知影，紫薇一直在等你。阿姨不是在逼你啦。只是想要知影讲，你即摆心内是安怎想你甲紫薇的代志？啊，恁两个人敢还阁有机会啊？阿姨，其实我即摆无啥共款啊。你是讲你伫会馆做公关的代志哦？你知影哦？难听咧，你阁。紫薇甲小春拢有甲我讲啊，因讲哦，这巴黎会馆哦，都长久交台受共款，啊，你的工课哦，都是伫遐陪大头家开讲，啊，有时阵大头家要甲客户较顺利讲工课，嘛需要恁斗相共的，这讲起来是最需要头脑的工课啊。而且我知影，当初你甲紫薇会分开。不是因为对对方无感情啊，所以你即马转来啊，我为着紫薇的幸福，我为着你，我
同来嘛，询问讲，恁敢还阁有重新做伙的机会啊？阿姨，你若是想要知影答案，会用的啊。等你心脏手术成功了后，我就跟你讲。是，道宇，你这个条件哦，讲了就好诶。阿姨，我来看你啊。微云，你来啊。阿姨，阿姐哦，是我妈特别寄给你诶。啊，是对心脏真有帮助的这个、喔。多谢。啊对啊，我妈哦，拄则本来是要跟我做伙来看你，啊，不过伊胸胸有淡薄不爽快，我就给伊坐车转去啊。我妈叫我转达话，伊讲你一定要好好啊，安心养病，卖吵样伊坐安尼，才会较紧恢复。嗯，帮我多谢你妈妈。嗯，啊对啊，阿姨。我想讲要来陪阿姨开讲，我就顺续买一寡零食啊，搁有点心来。高维，你想要趁这个机会办同乐会啊？我你是袂记得咱是五女会呢？哦，我看我看四叶草。阿姨，今日不是四叶草，是五朵花。麻烦你第五朵花甲因徛同齐，我来替你翕相。太谢多谢。来哦。我哪会雄雄讲到迄个时阵的代志？啊，一定是因为哦，恁足久哦无三个人做伙啊。这五蕊花哦是假的，四叶草才是真的。我有淡薄仔痛，我想要小休困一下，阿玲仔，好好做伙开讲。嗯，阿哥有豆花，来。这是梅英爱食迄间。维云你，啊就没关系啦。嗯，无顺续买，我感觉。就奇怪，无怪你拄只在讲五蕊花。嗯，迄个时阵真正是咱四叶草最后快乐一季。迄个时阵了后，咱四叶草就只好只好散去啊。迄个时阵是真正足欢喜的，今嘛咱三个合作会啊，唔知影伫看守所内底迄个过了够好。嗯，若是你妹伊想会通，咱阁会当甲伊斗三工，安尼无地卡，咱就会当变转去过去的四叶草。是啊，未来安怎，无人知影，嘛无法度设想。冬雨，那呢，你甲阮讲咧，你拄则无正面回答阮妈，你回答我应该会用得好。你甲阮讲，到底还阁有机会无？我感觉我即马真正无法度搁甲紫薇做伙啊！我无可能当作啥物代志拢无发生啊！啊，参像以前安尼对紫薇笑，对紫薇使奶，啊，阮若是重新做伙，一定有足侪代志袂当去讲的。紫薇想要找倒转来，是阮以前的关系，伊会记的嘛是以前迄个李冬雨，啊，毋过。我无法度阁做转去以前迄个李冬雨啊，冬雨，啊你讲到遐尼济，你拢无讲着重点呢，啊你敢阁爱紫薇？恁莫干那讲我啦，啊恁呢？恁敢真正感觉有爱，就一定会当作伙？回头想过困难啊，所以咱爱向前看，不管是后一段人生，还是后一段感情。咱来搁较好，无唔对。嗯，中国这么红香，妈有对象啊，好的查甫人哪有这么好找？高维云，你今嘛无资格讲这种话。我喜欢说我无资格。你今嘛身旁边有一个帅哥检察官，姓汉哦。我甲伊无可能，是安怎无可能？
伊救你，佮替你伸张正义。哎，这人一直踮伫身躯边，久哦就会日久生情。